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来开箱这一箱，这一箱是赞助的哦。那就来看看这一箱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嗨嗨，我是 Rich Tw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今天要来开箱这一箱，这一箱是赞助的哦。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箱到底有怎样的东西咯。喜欢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那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也不要忘了留言，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哦。那我们就来去看看这箱里面到底有怎样的东西咯。第一样就是这个护耳朵的，可是这个应该是小朋友在护耳朵的，因为特别小，那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戴，通常应该都是这样戴吧，可是这样戴就没有办法护到我的耳朵，所以我变得要这样戴才可以护得到我的耳朵，可是感觉很容易松脱就对了。好，下一个第二样就是这个毛毯，粉红色的小毯毯，在镜头上面没有什么色差，只是白了一点点，就是我实际看是比较深一点点，但镜头看上面是比较白一点点。那大概是长度大概是这样的长度，好，因为整个摊开镜头上面是看不到，所以只能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这样。那它就是整个就是刷毛的，非常舒服，很亲肤的一个毯子，非常的舒服的一个毯子，很适合冬天盖着。你知道吗？冬天打在那边打游戏吗？剪片的时候，就这个毯子很适合，这样很适合。好，第三样是这个旅行套装组，那它是长这样子，然后有不同插头的线 ，Type C 啦、USB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充电孔，可以适合所有人的充电孔。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大头头，然后三条这样子不同转接头的线，然后快速然后安全的一个这样子白色的，然后 2.1 智能输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充电组，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出去的。这样史迪奇的一个站立的玩偶就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放在桌上，史迪奇的一个小小的公仔，然后他在跳草裙舞，可爱吧。第五样，我就不说几样了吧，我有到时候也不知道几样，这个不知道是他为了防撞是怎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泡棉，应该是防撞用的，那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样，所以我也是介绍了，搞不好他要给我希望什么干嘛的。是一个子木子木的一个万用袋，然后非常的可爱，然后打开来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个白色的这样子，然后它非常的可爱，然后这边还有戴墨镜的啦，还有笑脸的啦，然后想困的这种的，各种的表情都有，然后后面长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标签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万用袋。是一个玩具，它是长相也是史迪奇的一个玩具，那它是一个会咬人的那个玩具，大概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你手伸进去它会咬你，很邪恶很恶魔的一个史迪奇，然后超可爱的，就长这样子，这个我就不拆开来了，很可爱的。再来也是史迪奇的那个子不子母的那个迪士尼的这个，然后我看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吹然后它就会跑，应该是类似回力车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，那它这边就是你可以吹然后吹了它就会跑，啊这边没办法试，就是吹了它会跑，就是沾了我的口水，等一下去消毒一下，其实大概是这样，你吹了它就会跑，可是因为可能它在我手上不在平面的地方，所以它没办法跑，就这样子一只，很可爱。然后下一个，我已经不知道开到第几样了，当当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可以挂在包包上面的一个史迪奇，超可爱的，然后脸超无辜的，然后就是有种那种趴趴的姿势，那个趴着那种的姿势，
大字爬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姿势的史迪奇，很可爱，然后脸超无辜的，大概这么大，那边就看起来蛮大的，这样子，它大概实际的大小到大概我一个手掌这样子而已，很小。但是你镜头看它很大只的感觉，史迪奇比较可怜啊，它要帮人家按摩，这就是史迪奇的按摩器，超可爱的史迪奇帮你按摩，可爱。这个我也不拆开来了。再来一个也是类似，应该是公仔的东西吧，也是史迪奇的，然后类似公仔，它就是可以站着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公仔，求求你的样子的一个公仔，很可爱。然后大概我的手掌这么小而已，但是是一个蛮可爱的公仔，是我最期待期待，也是我最想要最喜欢的一样，就是讲讲史迪奇的藏家，超可爱的。里面就很普通，没有史迪奇，但是外面就是这个史迪奇很 cute， 好可爱的，而且是蓝色的，我还蛮喜欢的啊。史迪奇就蓝色的，所以它就搭配了一点蓝色，很可爱的一个史迪奇的钱包。讲讲开箱完毕啦，就这些东西，大部分都是史迪奇的东西，因为赞助的这个人知道我喜欢史迪奇，所以他就给我了很多类似这样子史迪奇的东西啊，史迪奇。讲讲超多史迪奇的东西，喜欢。这也是，讲讲。这个也是，我觉得最邪恶的就是这一次，它会放进去咬你，这么邪恶的史迪奇。但是就是玩具很适合团康游戏，然后惩罚那种感觉，就是伸进去谁被夹到就输了这样子的一个团康游戏。但是我就没有朋友嘛，所以就放着好看。然后这个我想要看看，到时候我要拆开来看看这个到底按摩有多好按摩，这个我还蛮期待的。然后以后的钱包可能就会用这个啦，史迪奇的可爱。好，这些以下的东西如果那个网络上有卖的话，我就会放更多链接在下面。在这里面啊，你觉得哪一项是你最喜欢的最想要的呢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然后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然后也不要忘了留言，我都会给你爱心哦。也可以在下方告诉我说，哎，今天开箱的东西你最喜欢哪一箱哦。好，我是鱼子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能有快乐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